剑客，哎，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走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说这么好的油，咱不能白给张兆斗喝了呀？咱得用它先炸了油饼。好啊，咱们先炸油饼，后炸张兆斗。这话说的对劲儿。中，炸油饼，炸油饼。烧死了！谁被烧死了？文清哥，文清哥，张兆斗，你怎么把你大爷的血给点了？这不是我点的，我让麻包替我暖血的。你让麻包暖啥血呀？你说说你咋跟你大爷交代吧你？你千万别告诉我大爷，我求你了。你要多少大洋，我给你。你找人再帮我把血给修了。现在就想点把火把你给烧死。江文清，你先留下了，不管，都别动。哎，周队长，张队长，队长，没事吧？啥？张兆斗没死，那那天烧死那个人是谁？要俺想啊，应该是张兆斗的手下。那个小子啥坏主意都想得出来。不行，俺得去杀了他。你去哪儿杀他呀？告诉俺，他在哪儿？听说让小鬼子调去炮楼干活了。好，俺找他去。你别急，金生，你就听俺的。杀人偿命，啥时候都变不了。俺爹也是被他害死的。可是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忍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文清哥，俺也不能老在这儿待下去了。俺听说八路军、新四军的队伍打鬼子杀汉奸，俺找他们去。你上哪儿找去？你这么漫无目的的瞎逛，很容易让小鬼子抓住。要俺说，就再等等，啊，等有了消息你再走。少佐，咋样？没事。不哭。小杨同志。我们一定把鬼子甩掉了。你在往西走五里，就是刘家庄。到那儿之后，和于团长会合。你带领大伙先走，我和文百断后。走。小段，咱也撤吧。不行，万一有敌人上来，咱们得挡住啊。小段，一会儿鬼子来了，你让俺打枪吗？
不行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想使枪啊，自己从汉奸鬼子手上夺呀，别老惦记俺的。拿这个。追上那俩汉奸，炸死他们，把那个枪夺来！别胡来，你别管了，文白。十八路，就一个，快打！在一起啊，还穿着八路的衣服。俺请他来说书，他穿的单薄，俺就借了一套衣服给他。他就是个说书的。你说他是说书的，我就相信。你当我傻呀？有本事说上一段给我听一听，要说不上来，我就地把你俩枪毙了。你绑着俺的手，俺咋说？王文章，说快。进来，说吧，想听哪段？你装的真像啊！老实说，你们是不是来侦查的？说实话，我饶你们不死。俺是地道的说书先生。那就给你来一段双枪陆文龙。报国丹心一见情，中天豪气不乾坤，志惨世上无忠孝，不论人间。好，好，说好。好什么好？啊，哪好？混蛋，谁让你在这胡咧咧了？哎，你说，俺是不是说书的？你少废话。葛班长，是。把这两个八路给我押下去，明天找人处置。是是。哎，他就是一说书的，为啥不让走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？给我押走，押走。走、哦、走。哦走，好着。小总，咋样？
没事儿，明天就一了百了了。都怪，非要抢那枪，把你也给害了。这会儿就别说这个了。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倔，不听俺的话。俺不能撇下你，要死，咱们一起死。贾文柏同志，你懂不懂啥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？要是为了死，我救你干啥呀？把这俩八路交给皇军请功，就这么给毙了，是不是有点可惜啊？哎呀，你没看见吗？这就是两个小兵，啊，没啥利用价值。你就是交给皇军，他也是个毙，是不是？咱们自己处置了，省得麻烦。看，快点，看什么看？快点。行，高班长，是，你们四个弟兄在这做警戒，下边的事情由我来处理。队长，杀两个八路，你还亲自动手啊？做到万无一失嘛。走。是。哎，你们四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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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两个这边。走。你们两个这边。好。快，快。站住！对不住了二位，我该送你们上路了。跪下！放屁！抗日者顶天立地，岂能跪着死？别废话，开枪吧！你个狗汉奸！昨晚和你说的数算是白说，你根本就不配听双枪六文楼。你要是有种的话，就利索点，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！好样的！二位是真八路，我没有看错。不过这位兄弟，你昨晚上的数没有白说。中国人不杀中国人。你们从小树林这边走，穿过小树林，没有鬼子，也没有黄皮军，走吧。要杀就杀，别耍花样。哼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驻扎霍家铺黄协军的小队长徐厚祥。我要是有诈的话，你们八路军随时随地可以找我来算账。我听了你的书以后，我明白不能认贼作父。虽然我没有陆文龙的身手，但是我可以打鬼子。我就是想带我的弟兄们投靠八路军，我还想和你们长官取得联系。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，三天以后在你们的地方白柳镇胡家面馆咱们见面。你听听，两个八路玩完了，可惜呀，书说的那么好。明白了，他们咪息的没有，加班的干活，干活到天黑的有。哦，这个，嗯，你们的很卖力，都是好样的。好个球啊！嗨，兄弟们抬起来哟！太阳秋后摇，嘿呦，为什么伤心呀？嘿呦，嘿呦。
龟田仓。张翻译官什么地方的干活？龟田仓。张翻译官，中井仓。他的看病的干活。哦。那俺撒尿的干活。你。隊長、遅くなりまして、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。中井君、見たまえみんなよくやっている。楽しそうだ。君は奴らが歌ってるのが何の歌か知っとるかね。マンデが一条兄よ、嘿哟！好老兄，好吼哟，嘿哟！亀田隊長、おそらくこれは地元の民謡でしょう。彼の歌の意味が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。大姐，大姐，干啥呢？你给他唱这个，找死呢吧？干得带劲就唱起来，咋了？咋了？少在这儿自作聪明了。这龟田是能听懂几句简单中国话的，是吗？哎呀，干活的耗子一唱起来他听不懂。再说了，这乡亲们要是有个啥好歹，俺让你这炮楼一辈子都盖不起来。行了，少来这套，你敢威胁？少来这套。停了，别唱了。停不下来，停下来他会起疑心的。你看他听得正高兴呢。白根，何を話しとるか。亀田隊長。大会長が言うには、この歌の意味は。山に日が沈んだ。さっさと仕事を済ませ、みんなが家に帰って飯を食おうと。よし、聞きたまえ。素晴らしい歌を。これこそ大東亜共栄圏そのものだ。咱给小鬼子干事儿，图的是荣华富贵，不是当牛做马呀！你叨个屁呀！龟田太君都说了，这叫身先士卒啊，有助于提高士气。小子，听会儿，听会儿，啥身先士卒啊？他小鬼子咋不身先士卒？就是啊，你看，能知道个啥啊？能拿太君女吗你？你得过来。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我们在说太君的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。八杠。太君要身先士卒。太君能听懂中国话，厉害，太君。赶紧干活去！嗨嗨，主主主，给我给我！二嫂，他三叔，这么晚了，在这儿干啥呀？叔想他爹了，出来等等他。虎姨吧，天儿冷，娃都睡了，再冻着。中，走吧。
他三叔，这炮楼盖得咋样了？地坪好了，打地基了。那炮楼盖起来那么高，小鬼子往上一站，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叔他爹回来，会不会让小鬼子给截住了？不能，一个炮楼能拦住啥？放心吧。哎，就是不知道叔爹现在在哪儿呢。大概有一个团，还有不少是老百姓。他们到了村口啊，也不朝村里面来，也不朝我们开枪，只是朝天打枪。不晓得我们葫芦头卖的啥子药。管他卖的什么药，他们不打，我们就撤。从村西头突出去，是，快！国军弟兄们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。山这边是我们的防区，你们多次无理侵入，你看咋办？请你们正常人出来说话。他们咋说的你呢？老子就是郑长顺，你们有屁快放，有话就说。郑长顺啊，你的部队多次袭击我军防区，抢夺粮食，祸害百姓，这一次我们是被迫自卫还击，但是我们考虑到一致抗日的原则，希望你和你的部队都放下武器。别他娘的废话，你想让老子投降？开门！郑长顺，你不要把话说绝了，再给你五分钟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没他妈什么可想的，弟兄们，给我打！代表八路军欢迎你。你少来这套，你让走。张白，你想开枪打死我？俺咋会打死你呢？俺只是想拦住你。少来这套，拦住我？你分明是要打死我。只是你小子枪法太差，打偏了。你要再敢开枪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郑营长，这样，你看见你旁边那棵小树了吗？俺这一枪要是没打折它，你就走；俺要是打折了，你就留下，咋样？就你？好，你冷静。哎呀，这你蒙的，就是蒙的，郑营长。说话可要算话，我老郑说话绝对算话。你这人啊，就是爱面子，老给自己找辙。走吧，嘎家跟我们范政委谈谈啊。好的，包括贾班长没事吧？没事，俺跟郑营长正比枪法呢。不，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你小子是团长啊？文工团副团长。我说，你们这儿的长官是不是要毙了我呀？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你放我走吧。八路军是想留你。再说，你这抢老百姓粮食的事儿，总得有个交代吧？可是你让我当八路军，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儿啊，那我可不敢做主啊。文代，要不这样，你当你的八路军，我当我的兵。我再也不来这抢粮食了，行不？不中。
想问白啊，郑营长吗？报告范政委，是郑营长来了。你好，那就请屋里坐，别在外面说。是。说实话，上你们房区来弄粮食，惊动了老百姓，是不太妥当。什么叫不太妥当啊？简直就是伤天害理。这跟日本鬼子干的有什么两样？我们有大错，我承认。别的话我也没啥说的了，就是希望八路兄弟能够网开一面，放我们回自己的房区，我们再也不过来了。那你们可以参加我们八路军啊，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八路军。这是真的？军中无戏言，你们有什么要求也都可以提出来。来，大白，喝水。这咋了？愁眉苦脸的？大家都在担心我们会被八路交了钱，然后分头干掉。你这是想哪儿去了？要这样的话，那何必谈判呢？要是我们入了伙，八路会不会把我们拆散呢？不会，俺把咱们营的作战经过，俺跟首长说了，首长已经答应俺了，不把大伙拆散，而且还不调防。哎，这个还有啥子好说的？我们要是再不入伙，就显得不识抬举了。可是，这个新媳妇儿初见公婆，总要有所表示嘛。啥意思啊？文贝，你现在都是副团长了，连升了三级，我们兄弟几个是不是也可以往上升一级哦？嘿，大白，俺以前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啊！俺们这文工团跟作战部队那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文贝，你就帮着说一下嘛，要是人家八路同意了，说明人家心诚，那我们就死心塌地跟到八路干噻。看你那样，快喝水。哎，范政委，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哎呀，郑长春呐，你们的要求有些高啊，我这个当政委的也做不了主，所以只能向上级，向吕布报告了。大家不要着急嘛，哈。吕布今天晚上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所以我们就赶回来了，顺便还带回了一车粮食。吕布首长要我转告大家，你们所有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。首长说了，有能耐就多带兵，这叫能者多劳。我们八路军里面官兵一致，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救国。吕布还决定要给你们补充一些新兵，准备扩成一个团。怎么了？都不相信我？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，书面的命令随即就会下达。我跟贾副团长的任务就是来欢迎你们，并把你们送到原来的防线，一块儿做好扩充工作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。只是没想到八路军会这么看重我们。只要是抗日的力量，我们都看重。现在我代表吕布正式欢迎你们。啊，范政委，我只想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我的这帮弟兄们誓死跟着八路了。不，你们现在自己已经是八路军。哦，对，对对，我们八路军誓死和鬼子血战到底，我和我的弟兄们保证说到做到。好，我们一起干。杨军，杨军，快开门！
皇军来了。老四，待着别动啊，千万别出声。半天了不开门，你干啥呢？老三娘，出啥事儿了？没事没事啊，娘，快回屋去，让去看看啊。こうも長く待たせるとは何かあるに違いない。おい、見つかせ。干啥呢你？这是表弟，几点了还睡呢？怎么还不到工地上去？这没到时辰呢呀！鬼田队长下了新命令了，每天开工时间要往前提。提前？中井君，新しい規則を伝えろ。嗨，鬼田队长说，不光每天开工时间要往前提，整个工期都要往前赶，必须要赶在中村大队长生日之前完成。要向中村大队长的生日献礼。哎呀，你狗日的太能拍马屁了吧！这得给乡亲们累死。赶工嘛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人手不够啊，你从村里再调点壮劳力。俺们村壮劳力就那些，没了。贾文清，哄我呢？你们村子有多少壮劳力，我还不知道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俺可告诉你啊，打今儿起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调工地上去。村の男手を総動員するように伝えました。よし、それでいい。柯文生、四男坊戻ったか？贾老四在什么地方？不是，老四哪算什么壮劳力啊？龟田嫂，生老四的时候啊，俺爹他年纪大了。你看他那个，你说啥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没在家，没在家。最近帰ってないだそうです。じゃあ、奴の部屋まで案内しろ。贾老四住哪屋？好，俺带你去。来，这是。这就是俺家老四住的。どうやらここに誰も住んでいないだそうです。嗯，你们家老四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这家里人也着急呢。どこに行ったのか全くわからないだそうです。真是没办法，大小孩给惯坏。上京する前の暴れ馬のようだな。这后院呢？是俺大哥大嫂，还有俺娘和二娘住的地方。後ろは兄とお母さんの。那屋，那屋，俺的屋。他的部屋。要不再去喝口茶就好。お茶でもどうぞ。必要ないだろう。哎，慢走啊。この部屋には誰が住んでる？那屋谁住的？啊？誰も住んでいない。入って調べる。空だ空だ空が没人住没人住啊。这空だ乱得很。你啰嗦啥呀？把门打开。你站住！すぐ砲台建設の現場に向かえ。急いで行け。龟田队长说，让你赶紧去工地，赶紧干活去，听明白没有？啊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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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走。老四，你咋来了？
腿好了？好个屁呀、啊！小鬼子上俺家去抓俺，还不跑，等着让他抓呀、啊！哎呦，这快快快快快，进屋躲躲！二黑，咋了哥？呀，老四，你咋在这儿？不好了，小鬼子冲俺家院来了！啊，有多少人？四五个。甭管多少了，赶紧跑吧！哎呀，走，快跑！还跑不动了。咋的了，老四？俺腿不舒服，跑不动。你找个地方先藏起来，你俩赶紧跑，别连累你们。这咋行啊？哎，这样吧，俺俩先不跑啊，等鬼子来了，俺们再跑。这样把鬼子引开，你好藏起来，不中，那样会连累你们的。你俩赶紧跑，别管俺。你别听俺的吧，行。哎呀，听俺的，先藏。哎，哥，站不行啊！站住！来，我站。老四，藏好了啊！快！带着小鬼子来抓俺们家老四，正在村里面搜人呢。你赶紧出去躲躲，别让俺碰着。中。你还愣啥呀？赶紧走啊！啊，你的。干活，龟田丧的命令，龟田丧的命令。龟田，这里住的是什么人？良民呐。八嘎，良民，他们的混蛋，死了的，三个字。哎，嘿，喂。